大家好，我是 Stranded Well。我哋乐队嗰个定位咧，主要系民谣啦，但系包含好多元素都可以，即系唔一定要系木吉他 folk 咁样啦。咁至于 message 咧，我哋都揾紧，其实未有话两个字就可以讲晒我想讲嘅嘢啦。梦想咁样就唔系。我覺得即香港的音樂都幾多類型的，咁咧又有啲 acoustic pop 啦，又有啲 shoegaze， 又有 post rock， 咁 jazz 嘅嘢都有，咁其實都好多唔同嘅人都做緊唔同嘅嘢嘅，咁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，我覺得。Music Eleven 咧係一件好唔錯嘅事嚟嘅，佢哋每個月都搞啦，我都參加過幾次，觀眾嘅身份或者係演出嘅身份都有。能夠 keep 住揾樂隊啊、創作人嚟參加呢個 show， 咁跟住然後有個主題係咁樣。好，咁今次嘅主題係 Lost and Found 啦。咁大家有冇唔見過銀包咧？唔知道。咁我就有嘅，亦都揾翻過嘅。咁 Lost and Found 感覺就好好喎，我覺得。所以咧，就同我哋音樂嘅關係就係咁啦。大家都好好 ，Lost and Found 你之後感覺會好好啦，因為失而復得啦。另外呢，第二個點呢，就是我們個人創作上面都不停有 lost and found 的情況，即是作完一首歌，你可能留聽回覺得我想說的到底是不是就是這麼多呢，即是很多複雜一些無謂一些的問題啦。透過這個主題呢，都突然間幫我想一下這個創作上面的 lost and found 到底是什麼的一回事啦。嚟緊6月25日下午4点到5点半 K11， 到時見。Music Eleven, here and now.